的不紧张，不紧张，咱慢慢一点一点适应啊。看你手是被咬伤了吗？没有，嗯，好乖，好乖，好乖。你是脖子底下要长出项链，项链纹吗？感觉已经练起来几个黑点了。还有个贝壳的小脑袋，呵呵，小脑袋，你是漂亮的小九儿，九儿二世，啊，爸爸最后生的小宝宝，好乖呀。都你的感觉像春天，啊哈！小九儿好漂亮，小九儿好漂亮，怎么样才能对上焦？哈哈，好美。